公元155年，曹操诞生。据史书记载，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名阿蛮，沛国谯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亳州市。时光荏苒，沧海桑田。1800年后的今天，亳州市谯城区曹巷口的一个曹字，让人们依稀感受到这里和曹操的关联。没有人清楚他出生在哪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时至今日，人们还记着他，议论他。219年的冬天，江东吴主孙权上书曹操，劝他登基称帝，以应天命。曹操把这封信遍示群臣，非常不高兴地说：“这小儿是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没过多久，孙权斩杀了蜀汉大将关羽，将他的头颅送至洛阳，企图将刘备复仇的怒火引向曹操。此时的曹操已是病入膏肓，他悲痛地安葬了关羽，并颁布了他平生最后一道命令——遗令：“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一个统军30余年、成就宏图大业的英雄，留给后人的遗言却是那么琐细。他说：“我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不需金银珠宝随葬。婢女侍妾平日就很清苦，把他们安置在铜雀台上善待之。家中那些香料都很昂贵，把他们分与诸位夫人，不要用来焚香祭祀。家人今后学着做鞋和鞋带，卖了可以维持生计。我的衣服，兄弟可共分之。”公元220年正月23日，征战一生、荡平群雄的魏武王曹操，与洛阳病逝，卒年66岁。2009年12月27日，中国考古学界一致确认，国家文物局最终认定，经考古挖掘，位于河南安阳市西高学村的墓主人为曹操。尽管史学界对此还存在争议，但是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都体现了曹操节俭的生活理念。他所有的随葬品的东西是一种薄葬的状态。我们讲薄葬状态呢，就是名器是他都是放的都是名器，所以说当时观众当时这个一公布了以后，大家都说你怎么处理还有猪圈呢？啊，是不是还有处理那陶器呢？都是一看着很不成样子，觉得曹操墓是吧，都应该出一些很好的一些东西，不是。史学界认为，曹操的遗令和诸葛亮的《出师表》都传递出了两人勤俭的品质，但遗令远没有《出师表》那样为世人传颂。同样作为丞相的二人，诸葛亮有“千古贤相”和“万古云霄一羽毛”的美誉，而曹操则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人慢慢演变成了一个白脸奸臣。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关于曹操的评价呢，一直有争议。那个向代的舆论呢，总是把曹操当作一种枭雄或者奸雄，或者当作一个黑面的那个反面人物，包括一些戏曲啊、小说啊，经常是这么一个形象。其实，在历史学家眼中啊，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啊，就不要简单的说好或者坏，好人坏人，简单的说唯物论、唯心论，这个简单方法是不可取的。那么我们在谈那个曹操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到大的那个层面上去评价他。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踏出了人生仕途的第一步，入京都，任洛阳北部尉。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军阀割据，战火四起。公元184年，已是骑都尉的曹操受命镇压黄巾军，在山东大破黄巾军，收降兵30万人，选拔精锐，组成青州军。曹操在军事上开始强大起来。公元196年，曹操迎请汉献帝到许都，也就是今天的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从这一年到�曹操去世前的25年里，可谓是连年戎马征战，先后消灭了淮南的袁术、河北的袁绍、荆州的刘表、凉州的韩遂和汉中的张鲁，重建了中央集权政府，使中国的北方得到了统一。像这大半个中国，他都实现了统一。
那容易吗？我们现在我说，如果说知识分子坐说纸上谈兵，那绝对了，那一句话的事儿。但是真正作为一个军事家，那真刀真枪，要想说要想统一一个大半个中国，那是太不容易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中的诗句。除大量的诗歌外，他还有很多文章传世，如《求贤令》《整齐风俗令》和《内诫令》等等。其中最让历代史家感兴趣的，当属《让县自明本制令》。《让县自明本制令》又称作《述制令》。在这篇文章中，曹操回顾了自己从20岁起家，一路荡平割据军阀，使北方重归统一的人生历程。这一个你读起来有非常感人。他就说为什么要出来呀、啊？因为天下民不聊生呐、啊，你不出来我不出来，我不担当你不担当，谁来担当吧？啊，然后我出来担当，别人可能又说我可能怀有野心，那我顾不了这些了，那我就要出来担当。像那样的话，一般的人就不会说，是吧？假设这个国家没有我，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称王称霸，那我把这些人都罩住了，啊，这就要我们说口出狂言，啊，但是恰恰反映。这个曹操的个性。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写下了著名的诗句：“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寥寥数语，勾勒出曹操当年策马扬鞭。登山临海的雄姿。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唐代诗人崔颢的著名诗篇《黄鹤楼》里的诗句。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纵观大江景色，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公元758年，58岁的李白在流放途中来到这里。面对浩瀚江水，李白想起一位怀才不遇、命丧于此的古人，那就是曾经击鼓骂曹的祢衡。在《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中，李白说：“魏帝迎八极，以观一祢衡。”意思是说，魏武帝是经营天下的王者。而祢衡的视野就像地上的蚂蚁一样狭小。才高尽何师，寡识冒天行。正是恃才傲物，见识短浅，断送了祢衡的性命。民国时期，一位叫做卢弼的学人编辑了一部65卷的《三国志集解》。不幸的是，适逢七七事变爆发，出版发行被迫搁置。直到1957年，这部新中国出版印刷的第一部线装书才得以与读者见面。《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许多前人的成果，也有不少卢弼自己的议论，比如曹操有一篇叫《让县自明本制令》，
就说他自己如何的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卢弼对此就批之道，说他是至交弃盈，言大而夸，并说他的整篇议论都是奸雄欺人之语。毛主席在看到呢这在读到《三国志集解》卢弼对于曹操这篇文章的批语之后呢，他引用了李白的诗，说魏帝迎八极，以观一祢衡，此之进也，来把卢弼呢比作祢衡。祢衡，字正平，是三国时期的名士，他恃才傲物，自称有狂病。有人向曹操推举了祢衡，他却滋言辱曹，所以曹操召他为鼓吏，在宴会上击鼓助兴。没想到他裸身击鼓，羞辱了曹操。后来有人替他说情，曹操也准备原谅他，结果他在营门外倚杖击地，大骂曹操。曹操本想杀了他，但是恐怕因此担一个不能纳财的恶名，就把他送到荆州刘表那儿去了，最终死在刘表的部下黄祖的手里。这是京剧经典剧目《击鼓骂曹》中祢衡脍炙人口的一段唱腔。在戏曲舞台上，祢衡是一位不怕牺牲、痛骂奸臣的正人君子，而曹操的形象却被那副特有的白色脸谱概括起来。他涂着白脸，耸着耳朵，耷拉着肩膀，被不同的角色痛骂。除了击鼓骂曹，还有徐母骂曹、左慈骂曹、伏后骂曹等多出传统剧目。传统戏剧中，白脸意味着奸诈、猜疑、肃杀和权谋。由此，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在戏剧舞台上大多是白脸，而曹操与他的白脸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漳河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这是清朝人写的一首诗，正平是祢衡的字，七十二高丘则是说漳河两岸分布着七十二座遗冢。在小说《三国演义》里，曹操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蒋武城外设立七十二遗冢，勿令后人知无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这一说法流行有一千年，直到今天还有着广泛的影响。可能当时有个民间传说，说祈祷关于七十二冢的事，但是并没有实质，并不说就是指的曹操。可是到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无论是罗贯中也好，或者是这之前的民间艺人也好，为了彰显曹操的多疑狡诈，把这七十二遗冢这个传说给安进去了。
由此可见，无论白纸黑字的正史记载得多么清晰，却无法与通俗文艺巨大而普及的影响力相抗衡。史家陈寿在《三国志》里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术。《曹瞒传》的记载是，曹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但是，这样的评价显然还不足以让曹操成为日后遭人唾弃的白脸。真正致命的是1000多年后清人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说的一句名言，即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堪称奸绝。那么曹操的奸又是从何而来呢？当时有个名士叫许绍，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曹操多次带着厚礼去见许绍，但是许绍却看不上他。三番五次之后，许绍只好对曹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却沿用另外一个说法：“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从此，随着小说的流传，“奸雄”二字几乎就成了曹操的代名词。史评也好，演绎也好，个人的主观臆断并不足以使曹操从一代人杰变为被后世唾弃的白脸奸臣。但是另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却实实在在地让曹操的名声大受损伤。公元189年，董卓率凉州兵马来到京城洛阳，为了躲避杀身之祸，曹操逃离京城。这一逃不仅引出了一段著名公案，也让曹操从此留下了千古骂名。《三国演义》当中写了非常知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三国演义》曹操逃出洛阳和陈宫，最后杀吕伯奢这个故事。而且在杀了吕伯奢以后，最后他跟陈宫分道扬镳了。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曹操说的：“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天下人负我。”《三国演义》中说，曹操和陈宫两人出逃，投宿于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吕伯奢吩咐家人杀猪款待，自己去西村沽酒。曹操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疑心大起，杀了吕家男女八口，又将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也杀了。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曹操这时候说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然而，这段足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与历史事实却有着不小的出入。首先，陈宫并未跟随曹操出逃；其次，曹操投宿吕伯奢家并将其全家杀害的事，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也没有记载。正史是那个几个流氓想杀曹操，想捉曹操，曹操先下手为强，这是正当防卫。文学家都认为，
他这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为精彩的一篇，所以说呢，一下把曹操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翻不了身。但是呢，这是个演义小说。评价历史人物，自然离不开功过是非。那么在那张阴森丑陋的白脸背后，曹操的功与过又是什么呢？